做妈咪的陈海琳近排就开始复出工作啦。适逢呢日第一次过母亲节，佢都话做完嘢就要赶翻屋企啦。好开心啊！我相信好多妈咪都知道，即系第一次做母亲呢个感觉系又兴奋，但系有好多嘢担心嘅。咁第一次即系可能睇到 B B 喊啦，唔舒服啦。第一次 B B 可能会笑啦，向住你，同埋第一次自己过母亲节呢个感觉都系好幸福咯，都系最简单喺屋企食个饭。仲要是嗱嗱臨食完之後就要陪 BB 啦，係我哋而家食飯的速度是15分鐘搞掂嗰啲嚟嘅。咁老公鄭嘉穎有冇帶 BB 送母親節禮物俾你啊？佢咧就其實而家陪緊 BB， 我覺得呢個係最大嘅禮物，因為我出嚟嘅時候有時候都唔放心啦。咁有自己嘅老公啦、屋企人咧去陪住 BB， 我就放心啲咯。BB 出世三個月，仲有好多朋友都未見到喎，會唔會搞下百日宴啊？咁就諗住可能100日之後就可能搞個細型啲嘅 party， 咁就可以一次過又可以見下 BB 啦。咁同埋佢而家大咗少少，我又覺得即係放心可以同佢一齊出街咯。